由贺兰山与黄河护佑着的宁夏大地之上，散布着一串有灵气的城市，宛若珠宝。这里升腾起的人间烟火与美食香气，将会是我们去宁夏旅行时的最佳向导。那些源自市井和乡土的味道，原来是那么让人心驰神往。无论是当地人、异乡客或是游人，美食带来的愉悦体验总是最鲜活的回味。而宁夏美食之旅最值得驻足的体验，还得推崇吃在吴中。在吴中，新的一天往往是被热闹的早茶氛围所唤醒，大家在各种老字号或小馆子里乘兴而来，就着一碗现泡好的八宝茶聊聊家常，海阔天空；就着早茶和满桌的各种小吃点心，铺开一天的好心情。八宝茶几乎是吴中乃至西北餐馆的必备饮品，这碗热茶也是感受吴中早茶文化的灵魂所在。配伍也是产自宁夏的各种宝物，真材实料，而比重略有不同，那便是餐饮老字号们各领风骚的用心所在。吴中是宁夏版图上的地理中心，也是名副其实的美食中心。从一碗八宝茶到千家万户的餐饮习惯，甚至是当今的生活方式，吴中因此也成为中国早茶文化地标城市。当地的百姓又或是远方来客，提及吴中早茶无不交口称赞。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，吴中一席茶，足以慰平生。